Hello, Forrest. Hello, Jenny. 或许是他的思念感动了上苍，终于有一天，漂泊半生的珍妮回到了阿甘身边。珍妮的归来让阿甘的生活再次充满了色彩，他不再是孤单一人散步，身边也多了一个能陪他聊天的人，二人享受着平凡的幸福时光。可散步时，两人竟无意间来到了珍妮曾经的家，那是他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童年阴影。阿甘感受到了珍妮的痛苦和不安，于是再次鼓起勇气，想要给珍妮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避风港。Will you marry me? I'd make a good husband, Jenny. 这真诚的表白却又一次遭到了拒绝，这一次并不是因为他不爱阿甘，而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那份爱情。I'm not a smart man, but I know what love is.就在当天夜晚，天空突然下起暴雨，珍妮像儿时一样在风雨中寻求阿甘的庇护，也再次投入了他的怀抱。但转天早上，他又一次选择了不告而别，留给阿甘的只有无尽的思念和那枚曾经赠予珍妮的勋章。